话问我，今天晚上啊是不是有导引？啊，我说有吗？他说这个司仪报告说晚上有导引。我说没有啊，我说的是找寻心中的净土。那你们要把它想作是导引，那也许也可以了，你知道，找寻心中的净土。我说为什么有时候我说导引并没有去做，因为我要看大家的心念，大家的气场，大家的心念，大家的气场，如果都能够差不多都可以的话，那我们坐下来才有办法。否则就永远就这个人有感觉，那个人没有感觉，大部分没有感觉，没有意识。我们曾经在紫莲堂有做过这个超度，这个禅身灵引领，这个禅身灵确实那一次很多人都有感觉啊，因为我们又做导引，然后又做附魔超度，然后又做什么，然后让大家自己去把握自己有一共有几个，然后呢经过两三天两三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减少，那那时候呢再来做一个导引好像就很快，那家的意念都摆在禅身灵上，没有其他多这个多那个，那都很希望他能够离身，离开身体，能够超生。所以大家有共同的那种感觉不断的提升出来，再聚在一起，没有其他第二种语言，只有共同语言，就容易就快多了。那一次就做得大家 的这种共识很强啊，其中大家有听过吗？有个今天有没有来罗师姐，罗师姐她有讲过，那时候好多个出来作证啊，她的那一个例子比较新鲜，比较觉得哦真的是很强烈，她到现在自己也都这样讲，真的改变了。她说她的肚子常常痛，尤其在修行的时候修法的时候特别痛，痛了很久，去检查也都没有问题，结果就是做这样的导引啦、超度这些的，终于他看到了，我在说的时候他看到有绳子进入到他的身体，肚子里有一副棺材，那个绳子就套住那个棺材把他拉出来，然后那个棺材他看到是他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自杀死掉的哥哥，他才知道他的肚子痛原来是他的哥哥在作祟。你们如果有听到他的出来讲话的内容，你们就有记忆的，大家都还知道。然后被拉出来的，引领离身的，从此到现在就不再痛过了。如果大家那时候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时候，还有记忆就可以了解。那还有很多哇，很多的这个叮叮当当的，很多。所以那一次大家的记忆跟大家的心态都一直灌注在自己的这方面问题上面，你的我的他的都是这个问题，就很容易。那有的并没有同一同事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产生，这个那个这个那个，我看那个气场，而且有的从来没有试过，他也不知道东南西北是什么，一下子就跳进来，也觉得没有办法进入，这个是要有心念的哦。你的心念，你的那一种感受，如果很不强，当我在讲什么，你产生怀疑，你产生恐惧，你产生你个人的感觉，那你就走不了了，走不顺了，就是这样子，就走不顺了。我曾经说过，我在有一年，前两年吧，前两三年。这个妙行正好大学毕业，我就马上把他带去台湾去学习这个自然医学啦，接触这些佛学医学的。那曾经就过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他去做一个义工的一个密教团体有个活动，那他要去学习，他回来跟我讲，我说平常慈善团体 OK，但现在这是一种宗教，是一个密教，你要去那里学什么？因为我个人有很强烈的这种感受，师尊当年跟我讲过，
密教是讲一皈依，你一旦皈依这个师父，你认识他的所学所得是真正的已经修正的力量，可以传授，可以教导你，直至你的开悟解脱。你要认定他，你就不要再改变，就不要东跳西跳，不管人家讲什么你就怀疑什么，别人讲坏你就被影响，这个对你未来的修持有很大的障碍。很早很早以前师兄就跟我讲，而且他还跟我说，你被你的根本上师，你这一系列传承的灌过顶，你不要再接受别人灌顶，因为别人的灌顶不是你所认知的这一个传承，你被灌一次，那个灌顶的人没有得证，他的业障就灌一次在你身上，你就会混乱。他跟我这样讲过，所以我就非常的小心注意。所以当我的小孩是跟着我，这是这一系列的，当要去在别人那里我就很注意。可是小孩子要去学，你总不能说了一堆你自己的理由，然后他们有他们的意见，他们会觉得你们很自私，很怎么讲，很小格，很什么什么，那在他们的这种新生代。所以呢，我就跟着去看，我就说那我跟着你去看看好不好。他说没有老人啊，都是年轻人啊，我们都二三十岁年轻人啊。那我就觉得非常的让我觉得很 surprise， 很惊奇，说有一个这样学习密教的全部是年轻人，我就想去看了，更加要去看了，这个师父是什么样的吸引力，全部吸引年轻人来，我就更加要去看。那我就报名嘛，报名就写周妙行的妈妈，就表明我就是一个妈妈，我不必写任何名字。那他就拿我这个名字，我的妈妈要参加，人家就觉得妈妈，这年轻的眼光，你妈妈为什么要参加？然后我不知道，我妈妈就硬要参加，那他也说不上不让我去，不去啊。结果我们就安排车子了，那我就安排在一个人的车子里，不跟他在一起，大概安排一些比较老一点的，就跟我同车就过去了。那过去以后我没有讲我的名字，我只讲这个小孩子的妈妈。想不到差不多150个学员，全部真的都是年轻人，你一看就知道都是年轻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我非常的惊讶，现在有这么多年轻人对密教佛教这么有兴趣，哇，我整个的心啊，整个血液都沸腾。看得出来都是大学毕业生，已经刚入社会那一群的，最高不超过30岁的，这么年轻，150个穿着制服，他们有那种学员的制服在里面。那我当然是妈妈嘛，就像这样坐在后面观看者嘛。结果他们的这个代表，他们的师父就出来了，穿着就一般的这种西装，一种好像 中国人的那种长袍马褂，就出来讲。结果他就跟他的学员比一下手，请我在后面移过来前面。我就东看西看，我真的是这么老吗？一眼就被人家看出来，真的这么老吗？所以为了尊重老人，所以移到前面来吗？所以人家请我，我就只有坐到这个老师师父的第一个位置，就前面接触他第一排第一个位置，等于是贵宾席啦，所以我就坐在他的前面。那就突然就开始，我一坐下就开始介绍我了，我都不认识他，他认识我，哎，好奇怪哦。可见这个老师还是有一点东西在，你知道，因为他是测气的，他测光的，他测你有什么东西磁场的，你如果磁场跟他不合，他当然也有他的作风，所以他就把我请上去了。然后呢，他就教就上课上课上课，然后上课他就讲，今天你们看到的这位学员的妈妈，你们知道她是谁吗？今天她走在这一条度众的路上，
20几年还不倒，你们就可以知道他有三两下子，否则一般人都倒了。一个行业能支持这么久，没有损失，没有下降，还能够这样子的平步青云，还能够世界各地走，你知道他没有两把刷子不可能。他说：“你看我，我手这样轻轻的挥大家，意思就是加持大家。我放我的光念下去，让大家好。你们有什么这样子的不好，我把你们扫掉。然后这样扫掉以后，我现在这只手废了，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啦。反正他就是废了。”我抬不起来了，因为你们所有人的身上的气，浊气、晦气、缠身气，什么样子衰气，什么都到我这里来了。我现在这只手抬不起来了，我要调，我要把这些晦气排掉，否则这三两下子就到我身上来了。我现在是示范给你们看，你们平常不知道什么跑到身上来，细菌跑上，你们不知道，所以就一直带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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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来也来，这个来也带，那个来也上，然后都就倒下去了。就是这样随便接触一下哦，你看马上就来了，问题就来了，细菌就来了，不好的气就上了。你看他还在哦，我差点站起来，我的腰不好，说的这么好听，对不对？因为他看我气色吧，大概看我的气色好像 OK， 还红红的，好像蛮健康的。所以他就拼命的在那边鼓吹，啊，你们试试看，这条路不是普通的做生意的路，这是拿生命来交换的路，不好你要承受的。好像我们在讲话很轻松，其实没有那样子的。就像我刚刚第一步开始拜，哇，围着这个围墙外面，哇，咆哮的很多哎，在那边跳脚咆哮的很多哎，尤其是我们那精英府，哇。精英身众出家了，已经看开了。那个还没有出家的，还在里面修的，排队，叫叫叫叫叫叫叫，好像在排那个军队踏军步啊，在那边。我说干嘛？要战争吗？嗯，对不对？我跟你们这样子的，我说要战争啊，啊，要作战啊。哇，哒哒哒哒哒哒，好，我们没有上位，没有上位，我马上不是就在那边看吗？对不对？在那边看，哎，真的没有哎，真的没有他们的名字。我很早就讲了，他们第一个报道的呀，他们是 number one 哎，是精英府他们报总忏组第一个的耶，紫莲民间学校是附带第二个的耶，真的没有他们哎，哇，那这样子就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了，是吧？噼噼啪啦，噼里啪啦的，然后这个跳脚，那个跳脚。那一直出来，我就知道，哎呀，所以这段时间如果有想到什么，就赶快写。因为我说过了，这一次的拜占跟去年完全一样，完全是100%没有任何的折扣赞助紫莲雷藏寺的。有的人去捐助哪里的灾难，捐助哪一个慈善团体，不是100%哎。有的能够拿出5%、10%都偷笑了耶！你捐100块到那个慈善团里，你能够你的100块、5块拿去捐就偷笑了，全部是花在他们那个开销里耶，他们的人事开销、租金啊、广告啊、宣传啊、杂费啊。所以你要找一个捐助团体的100%，那是根本很难的。他们要怎么开销？钱从哪里？我们这里是100%。100%不扣大家的这一个赞助的，你捐100就是100，你捐1000就是1000，100%功德，这些其他的开销是我们吃下来的呀，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很难得的，拜忏又是这样子的一个华光佛的忏，正式公开给众生的，证明是真的有华光佛的，给大家知道的最后一本经典。释迦牟尼佛教的说的，那这个是很难得的。所以这一个竟然我们去明年是不是不知道，我是因为今年又听到佛菩萨给大家做功德，不然你有什么机会让大家能够来赞助，能够来积功德，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刚刚第一步很吵，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补宿，听说很多人补宿，对 OK， 我自己也叫妙华，妙华他说他要帮土地工作，然后每个月做一次，那12个月12次，然后我们拿了这个表格给他写，就他就写自己，嗯，写，然后他就跟着要来参加了。他的土地公说：“我们呢？这个表格不是我们的吗？”他忘了土地公，对不对？他自己嘴巴说要替他们做，结果真的时间到了，他们忘记了，他们就跳起来。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你的土地公这么样有智慧，要需求，你就不要给他报那几次，你就报一个10次，因为他是赞助，建寺又是拜忏，这个是很难的，能够让你体会到他们的需求。这个土地公是有智慧的，你帮他做是你自己的智慧，但他自己出来给你感觉到那是他们的智慧，你要帮他们做好一点，因为功德钱是你出还是你得，但是他们同样也得到土地公拜了忏，业障消除，又增加福分，他力量增长，他更能够帮助你，你的所求更能够如愿。土地公很重要，这守护神很重要。我刚刚就在楼上又跟他劝啊，各方面啊，你看我平常要跟他们讲什么很困难啊，这些小孩都是我们自己做了快啊，但这一次我就在家里写给每个小孩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一次这样？我这一次不一样，对不对？这一次又拜忏，又兼做建寺的功德，赶快把握。妈，以前不是都你写的，这是不一样。我写我自己，我要自己全得，每次都给别人，自己也留点资粮吧，该有了。所以我这次写什么？啊、哦，我写的很长啊。真的很不好意思，我写迅速净除身口意业障，然后第二替天行道顺利如意。哎，替老天做事啊，我现在就是在替天行道，你以为是什么？他们要讲的道理真理我们替他们在做啊，因为你们没办法跟他砍那样，我们差翻译员啊，对不对？替天行道顺利如意。第三很重要的一样，临命终时，自主生死，迅速善终，就是这样。当有这个的时候呀，大一点的时候就要求大的愿望，难道你要死甭这样甭那样吗？是不是呢？临命终时，自主生死，迅速善终，就像我妈妈这样。我很羡慕我母亲，去年的4月趁着我去香港做清明超度，因为他说算命跟他讲，他6个小孩，他死的时候2个小孩在身边，那我们都跟他开玩笑，不要让你有2个，3个或1个或4个5个，就是不让你有2个。结果我们大家都在商量，他6个小孩，他来到旧金山，我跟我哥哥大哥2个，他是不是死在旧金山啊？很有机会啊。到洛杉矶，我大弟跟我3个也2个。然后到台湾，我二哥跟我小弟2个，到底这3个地方哪一个是他最后的地方？大家心里都嘀嘀喳喳，七上八下。年纪越到，心里就七上八下，每次来都要随时准备。那他在台湾，那我正好回台湾，我想他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就回台湾。结果我去清明，啪，他就赶快趁我不在上香，跟祖先。我够了，哇！我听我弟弟讲，我够了。今年91岁，是家族里面活得最老的，今世算圆满，请接我走。香就这样插下去，半个钟头就倒下去了。哇，这是什么走法？也没有中风，也没有说坐轮椅，也没有说什么大小便，人家吃喝拉撒照顾他。他91岁还在帮我弟弟烧饭，哇，没病没痛，正好去看我哥哥去餐厅吃饭，跟着我弟弟再去走一下台北景色，
OK， 晚上洗好澡就上这支香就走。我弟弟打电话给我，我还不相信呢。我走的时候还笑哈哈的啊。哦，是啊，他自己插香说要走的啊。就这样，你看走的多自主。他还没怎么修哎，不像我们还拜忏啊、灌顶啊、法会啊、做什么啊都没有哎。他能够这样，那我就心里就很大的压力了。妈，你这个示范太刺激我了，如果我没有走得比你漂亮，不是输你了吗？你不是在天上永远笑我了吗？因为他常跟我讲啊，你修那个都假的啦，跟我这样讲，跑来跑去的时间花那么多，念那么多，拜那么多，哎呀没有用啦，你的心没有专注在这上面，没有用啦。他跟我这样讲，他就跟我讲，你看我念监牢地神咒100万遍就够了。胆子他又在那边扭那边跳，他很喜欢唱监牢地神咒，到时候监牢地神我一尊就够了，真的一尊就够。监牢地神咒谁唱谁用唱的唱100万遍啊，真的。他这一生监牢地神咒高黄金，不知道为什么他跟监牢地神的咒那个旋律那么有缘，每天都听他在洗碗啊、煮饭啊、扭啊、走啊，都在那边摇头晃尾，那人家以为他得的老人病，晃来晃去的。今天讲那么多，就是心意最重要，心念最重要。就像刚刚讲的，你如果拜忏没有从内心发起，你的内在能够自觉，能够感觉到自在，你拜忏没有发挥力量，你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里面讲的忏文不明白，拜的佛也不认识，脚文觉字念不标准，上面在看下面这个字怎么念，要听韦挪唱才会，这种事先都没有准备的，一定要调你的心，一定要让心静下来，静得下来你才有办法吸收。你的心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动啊，一直在那边摇鼓啊，在那边拍啊，怎么有办法一下子哇这样一下那样，很难啊，就不如单纯一点。就好像等一下 DJ 你放一下那个什么忏悔记，忏悔记，还有啊，还有很多人哦，这是叫忏悔歌。有一个忏悔记在哪里？忏悔记，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我今一切皆忏悔，是吧？大概就是这样子了。一切我今皆忏悔，就这么简单。最重要就是那个旋律，那个旋律放出来很凄凉的感觉，很悲伤的感觉，然后呢你一唱，那个音乐跟唱歌人的感情柔和的不张扬的，你就会整个都好像软下来，那种有刺有角的有尖的全部好像就收起来了，你知道，就没有这种刺刺角角尖尖略略去刺人，去跟人家怎么样。拜忏就是要非常非常的温和，那个磁场要非常非常的柔性，要这样子产生的。这条忏悔歌我们也可以唱几遍，然后呢还有那个什么忏悔记，哦，忏悔记，我们看看调一调大家的磁场。然后当你忏悔了，当你心放柔和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导引能不能进到你以前是哪一世特别做坏事的那一世，做得特别惨、特别多、特别暴虐的，杀奸虐抢。当你看看你的嘴里那一世是这么恶劣、这么霸凌、这么坏，然后你看到，哎呀，
我还在，而且杀的人就是现在这一次欺负你的人。哇，你整个心难怪你那么欺负我，对我那么不好，原来我前世挖了你的眼球，对不对？哎呦，拿尖刺插你的肺，哇，这一次难怪你看到我就气。你看你看啊，你这个时候就会觉得你怎么那么残忍。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个片，虽然很多人离开了，明天没有看到再逼他们到房间去看。怎么叫做没有忏悔意呢？你们看一看，就是要看一个别人的片，不是你，你看你自己有没有忏悔心。今天学了佛，心难免都会软。为什么会软？光一照，硬的，像我刚刚讲的，尖锐的角在收了，在磨合了，心情就不一样了。以前觉得应该的，现在软化了以后，觉得不应该这样说，这样做。个性、脾气、思想会改变。等一下给大家看，我们先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就先看个片好了。等到那一个来看一看以后，再来唱忏悔记好了，大概会比较有一点配合。OK， 还没有吧？现在没有感觉有什么做错，只是音乐欣赏，哀戚让你感觉到有点气氛。那个影片那个啊，明天才有，那明天才去忏悔。现在不能偶尔看一下吗 ？OK， 好了，明天才有，来不及做。那是昨天我临时的。昨天我在问事的时候，问到一个人，他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哎呀，这是杀生业。但是我如果只有写杀生业，他不会感觉他有什么杀生业。一般人看到杀生业不觉得怎么样，杀死一只蚊子也是杀生啊，杀死一只蟑螂也是杀生啊，他不觉得有什么好同情跟替他们忏悔的。那所以我就怎么样，这个人是开屠宰场，那我怎么样让他知道他开这个屠宰场为了生意赚钱，他杀了多少这些养的这些猪啊牛啊羊啊鸡啊这些。所以我就告诉了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啊 Jessica， 说 Jessica， 你帮我上网去查有没有这么样子的记录，就是我1996年在17年前曾去到一个养生中心，在南加州。然后在南加州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个片，我事后想跟那个老师借那个片来 copy， 他不让我，他说这个片要拍片的人都死掉好多个，去偷拍被杀掉，哦，去拍这个片都被杀掉，因为这是堵人家财路，一出来大家都不敢吃了，所以他不准给我，你知道。那我从1996年就一直想着，这种东西不公开不传播，世界上永远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借由被杀死的生命来延续我们的生命。至少我们也帮他做个超度，至少我们也在吃饭的时候普遍传播，你不信教没关系，至少也尊重被杀死的生命，要给我们吃下延续我们的生存的这些灵做一个超度吧，做一个引领他们有个光明的方向去吧，哦，最起码这样，否则大家吃啊吃啊喝啊，哇，怎么样都不知道尊重那些被虐待死掉的这些灵产生的怨气跟痛恨，这样被我们吃下来不是就得病了吗？馋哪里就痛哪里就病哪里。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有问题？以前我们小时候在乡下根本没有听闻老人家有老人痴呆症的，有失智症的，有中风的。我以前在乡下看每个老人都还去耕田，去什么去种花果蔬菜什么这一些的，还挑着那个粪水啊，哇，走路赤着脚在田耕走。
哪一个人是现在这样子的？我看那个报纸专家调查，中国的，还有我们台湾或香港哪里，父母亲老一辈全部都是要人家来照顾的，要多花一个人力财力的，谁有那样子多余的人力财力来照顾这些老人呢？所以家里就发生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问题。现在的老化的年纪越来越多，因为现在那个医药的发达，大家都吃的药延续那一口气，可是就是不断气，那生理器官都败坏。这是什么引成的？你们说呢？除了这吃掉的这些灵的怨气吃进来，讨报以外，再来伤人的贪念，造成他们要延续在生存，在更快的能够赚钱，加入的很多不该加入的，那我们全部吃下去了，就今天才这样。你再怎么样的运动健康都没用，你吃下去就是毒。我很想，其实很想哪一天拜忏，其实比较困难一点，我们就断食。照专家讲，我们要断食，才能够让我们体内的那些毒，跟那一些需求，这是更需要的毒的细菌，停止休息，把那些毒排出来。他们说，真正要让身体所有的这些不好的症状能够改善，要断食3天半。3天半，这3天半什么都不吃。这3天半要进行以前，你就开始要断食了，要清淡了，要减少分量了。然后一开始3天半，你可以喝水，喝多少水随你。那真不行呢，白天喝水，中午喝茶水，加个茶包，红茶。然后晚上真的再不行，就喝那个 miso 汤，那一包粉啊，加点热水 miso 汤，最好都不要吃。如果你能够适应的话，你3天半要节食以前、断食以前，你先去检查身体，你的血压、你的血糖、你的血脂肪、你的问题，你有这个指标了，3天半以后断食再去检查。很多人全部所有的很高的指标的全部都降为降下来，全部正常。他们是这样子说，我曾经看过一个这样报道。啊，真没有办法，你断食一天，一天半，一定要让你的身体一定有休息的时候，你马达不停地跑，一定会坏的。再加上吸收的东西都是不好的，我们很希望这样，哪一天我们来这样，你感觉到会很轻的，你不会这里酸那里痛，你没有这些物质的东西在里面干扰，你会很清爽。好，我们现在的。打字打来了吗？他很快的打字打来了吗？应该大家都会清楚。当你颤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你哪里真的不对的时候，有错的时候，又不好意思说出对不起的话，面子又挂不住，身段又放不下，明知道自己有过错，有缺失，也很难低下头说对不起，恭敬的跟你误解的人去道歉。这个时候是个压力哦，你不要以为你心中觉得不对，你又没有办法去说出口道歉，你会放在心里变成一个空间的重量，然后压在那里不得疏解，就是会有问题，会有病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借由拜忏来忏悔了，把它流出来，把它释放出来，把这些毒素释放出来。就会健康，心灵的健康，心灵的健康会影响生理的健康，这是双补的。确实就是说错了，确实就是做错了，确实都是想错了，确实确实，很多你心里静下来也会去尝试想，我好像不应该这样，我好像怎么样，哦，你可以去尝试看看，因为我们。个性都是从小被压制长大的，所以这种公开性的比较难，比较难。
说对不起这句话很难说，原谅我更难说，对不起原谅我，对不起原谅我。不是大家都有读过一本书吗？是在夏威夷，是不是精神病院？是不是在夏威夷那一本书？有一个精神病院，里面的精神病人都非常非常的抱歉，几乎都没有人敢去治疗帮助他们。那里的精神病犯都非常的暴力抱歉。有一天，来了一个医生，那个医生都没有去看病人，但是他一坐下来研究所有里面的精神病犯，每一个人是什么样子他都知道。然后呢，他就对着那些人的资料单资料表，然后每一天里面的医生护士就看到这个医生对着这些资料表，好，这些健康报告的这个每一个病人的这个报这个资料，然后就低着头，然后呢看好以后就放下来，那诚心的就祷告，或是合掌，或是祷告，或是合掌，然后他讲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大家都以为发生什么事，可是他就很真诚的对不起，原谅我，原谅我，对不起，原谅我，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原谅我，谢谢你，对不起，原谅我，那一直不断的重复讲这些，没有讲其他，就是重复一直讲这些，啊，谢谢你，谢谢你，原谅我，我一直在讲这些重复的话。结果这个精神病院的精神病人竟然无病自愈，一个个好起来，好了就不必住在精神病院了。结果一个个就离开了，那一间精神病院就空了。有一本书很流行啊，在国外有这样的治疗方法，他没有去面对他们，他们只是对着他的这些所有病人的这一个资料，然后这样对着他说对不起，一直跟他们都要道歉，一直跟他们感谢。这个磁场就气了，你不要以为这样讲啊，我们现在超度那些看不到的，你听不到的，他们会来，就是一个气场哦。你像我们现在晚上都看不到，可是你白天一个窗户都有打开来，你看到太阳光照下里面多少东西在里面啊。就我们每天都在呼吸，每天都在接触这些，你看那个床一抖一下，哇，多少灰尘你看不到啊，黑暗的地方你绝对看不到的，确实就是有东西哦。那一种气啊，那种频率啊，就是会搭得到的。前几天小孩子叫我看，妈，你相信这世界上有美人鱼吗？我在楼上在整理东西，两个女孩子一直叫妈过来看。然后现在越来越多人证明有美人鱼，然后就说出450万年前跟我们同样是人类的，分出一部分到这种海洋那边去啊，因为被攻击啊，被什么，然后就轮到水族里面。那450年后他们也是有手有头有什么，但身体就因为游泳的关系常常黏在一起，这样子拍就久而久之好像就是一种膜或什么黏起来的，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角了。可是身体啊，头啊，形状，上半身都一样是人。然后他们就这些专业的人去找出来，然后他们说是国家政府派军队下降到这个海洋很深的地方，
去弄出那一种频率的爆炸声。那结果没有多久，那个身体里面的大鱼啊小鱼啊全部翻滚死掉。有一年大概是在2005、2008年，在 Washington 那里死掉很多那种鲸鱼，然后当中也有美人鱼，但国家不让人家知道，都带着包着走去研究。那这个事情去研究的人稍微把它露出来，这些人就全部就 fire 掉了，就不准他们讲，不准他们说，研究的资料全部没收。那这些科学家不甘心，现在一个一个爆出来，那就做出这个影片。那些人，这个美人鱼的人，在深海里面跟鲸鱼完全配合去捕鱼去什么这些，所以蛮科学的，蛮现代的。所以他就问我，妙行说，妈，真的有美人鱼吗？我就回头看他，龙王都有了，还美人鱼嘞，是不是？如果你去说别人，别人会把我们这一群人当神经病，修什么龙王宝瓶法，真的有龙王吗？你们说呢？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在讲什么有没有，对我们来讲是你没有遇到，你没有遇到，你没有碰过，所以你认为没有。像我们经常都在遇到这个那个这个那个，你怎么叫我回答有还是没有？你们说呢？所以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好稀奇的事，太广了，太久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真的，我们从古到现在，为了这一条命的生存，我们真的双手不晓得沾了多少血，我们整个生命的记忆里面不晓得吃了多少人家不愿意死亡的生命的众生。如果轮到是你，你会觉得怎么样？被人家打一拳你就受不了，被人家稍微讲一下你就受不了，你那种怨气你多重你知道吗？所以我昨天叫学生那个杰西卡去找，他们就拿给我看，我说哦，这个太模糊了，再去找其他的。后来我说妙华给我看到是一个倭马，倭马都到这一家农场去买猪肉，是最大的商户。结果呢，里面的人有人去拍出来给倭马的高层人物去看，他们才知道这一家是这么暴虐这些猪，所以他们从此不跟他订了。那倭马自己把它流传出来，他们这些人装作里面去应征的，然后就拍看他们怎么样虐爆。我就是看了一个以后我才觉得真是，我很喜欢吃猪耳朵。 OK， 我在台湾啊，这里没有了。我在台湾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吃猪耳朵，去吃那个小吃店一定要叫猪耳朵啊。那我有一个朋友就最喜欢吃猪尾巴，我们两个去吃，他就要点猪尾巴，我就要点猪耳朵。结果这部片让我觉得，哎，这个猪拿起来他就用剪刀剪，活生生的就把耳朵剪掉，活生生的就把那一条尾巴剪掉，然后那个一对对耳朵就丢在一个盘子一个笼子里，要拿去卖给人家去卤。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点这个点那个，是不是？等一下如果你们有看到，还有那个猪都这么小的 baby， 嘿，广东人最喜欢吃卤猪，应该给你们看啊。你们喜欢吃的卤猪是怎么样子被杀来的？拿起来就啪，才生出来没有多久，走路都还走不稳呢，一摔就流血啊，撞了脑袋
牙都流血这样死掉。我1996年看到那个鸡，还没有看到猪，还没有看到其他，我只看到鸡。我看到那生出来的小 baby 放在那个笼子里，笼子一格一格放在里面。2个礼拜，这只小 chicken 就变成这么个笼子这么大的一只鸡，蹲不了，全部是站的，因为太胖了。然后时间到了，要杀了，可是他们的量太多，市场并没有需求这么大，所以譬如养了10万只，只要1万只，所以9万只就要处死。所以一根针一刺，对，头低下就是眼睛闭下就死了。那死了以后，这只鸡这些就被就好像那种车子就运，那笼子一抽，那就倒入一个大熔炉 blender 去打，像 grandpa 这样去打，打得烂烂的，全部连毛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再加生长激素，加抗生素，加什么这些饲料，然后打了，然后再回去给鸡吃。我们然后就吃鸡。那听那个老师讲说，猪也这样，牛也这样。那时候我是1996年，那结果现在看到，我看到鸡了。我看到那天昨天给我看的 Jessica 给我看那个鸡太多了，繁殖太多了，根本不需要给它长大了再杀死，现在更聪明了。所以你看到一大箱一大箱的鸡就这样丢到一个笼炉里，真的就开始打那个小 chicken， 就打，就这么小就好了，不需要等到那么大。所以前几天看到美国检验鸡97%有细菌，大家要小心。那我说还有猪呢，猪还没爆出来，还有牛呢。哎，吃素人不要以为，看我们都是杀手。告诉你，为了吃你前面这一盘蔬菜水果，杀死的这些虫比猪跟鸡还残忍，还多。你不要以为吃素就是健康。现在真的人心人性很糟糕，为了利，为了钱，都失去了良知了。赚这种钱啊，赚人家牺牲健康生命的钱来富有，你说未来因果是什么？明天给你们看那些在轮回做杀死那一些的，你们就可以知道。看起来很残忍，另外一个角度看，他造了什么，今天会被这样虐待，让你心中的尺自己去衡量，你要不要这样？我觉得很好，没事去看看这些，去看看这些，你整个的这个观念啊，你的教育有了，你整个看事情就不一样，好吧？我们在等那些字还没有回来以前，我们先唱个忏悔歌吧，不然等他出来不知道等多久啊。忏悔歌既然大家都有了，以前唱过，12月31号有义诊，早上念完救难咒以后有义诊。那义诊呢，有一间是中医的义诊，是帮人家调这个脊椎的。如果身体弯曲，脊椎弯曲的叶老师，还有我们的莲义法师，另外一间是那个妙行的自然医疗，但是他说他没有办法帮大家做医。这个义诊的这一个时间只有给他2-3个钟头，有这么多人要医不可能，所以他跟我建议上课教大家怎么调自己。如果你胃不好怎么调你的胃，如果你哪里痛怎么调，这样反而比较有意义，而不只有靠他一只手，要帮一个人两个人而已。
所以如果说可能的话，啊，这个他上课啊，他上课他上，然后教室分配在哪里，你们跟负责的啊，负责处去安排，一个教室可以坐几个人，他大概教一两个钟头教大家怎么去调，然后自己痛怎么样子去化疤，自己哪里的肝不好小肠不好怎么去调，哦，他这样子教，好吧，我们可以了吗 DJ 忏悔歌，我们现在是拜忏，现在有点带点忏意，啊，你们仔细哈，去照这个歌词去想，我们一起来忏悔，这条歌是给大家一起来唱的，不是个人，我们一起来忏悔，尤其是有怨对的啊，不和的人来唱最好，我们一起来忏悔，远离那世间是与非，我们现在来忏悔，做错了当下不要拖延，知道错就认错，我们现在来忏悔，放下烦恼与厌恨嗔恚，我们用心来忏悔，啊，你要忏你就用下你的心，不要浅浅的外表的，啊，愿弥陀擦干我的泪，我们真诚来忏悔，愿弥陀洗涤我心扉，往昔所作诸恶罪皆因贪嗔痴所累，我今皆忏悔，不愿再违背弥陀无怨无失的教诲，不管身心有多疲惫，求生净土愿不退，我今皆忏悔，念佛不怕累，断烦恼弥陀永相随，这首歌的弥陀我们把它当作是我们的根本上师，莲生佛佛莲花童子阿弥陀佛，啊，用这样子，啊，去唱出你心中的真诚意思，确实会感觉不一样的。好，我们开始再放，我们就可以开始唱。在唱忏悔歌的时候，能够在观想，啊，根本上师、历代祖师、佛菩萨、诸尊放强烈的大日光烛照，那更是能够忏悔的清清净净。好，我们再唱一遍。而且光明在照，智慧增长，很多的过错你没想过也都会出来，也能够清楚。我们一起来忏悔，愿离那世间是与非，我们现在来忏悔，放下烦恼与怨恨嗔恚，我们用心来忏悔，愿弥陀擦干我的泪，我们真诚来忏悔，愿弥陀洗涤我心扉，往昔所作诸恶罪，皆因贪嗔痴所累，我今皆忏悔，不愿再违背弥陀无怨无私的教诲，不管身心有求生净土愿不退，我今皆忏悔，念佛不怕累，断烦恼弥陀永相随。好，我们改唱忏悔偈。这四句我曾经到纽约的监狱里去，为这些犯无期徒刑的罪犯来说解佛法，我在想他们也许听不懂我说的佛理，所以我就把这四句，啊，
请人打好字，英文中文就带进去，我就以这四句来说解，然后就开始旋律放出来，就开始唱。本来那一些罪犯姿势都非常的不屑听你摆那样摆那样，绣龙刺凤刺凤的，个个都是那样。可是当我在讲解，然后音乐放下去，然后让他们去思考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这个始是开始的始，不是时间的始。OK， 这个字你们到时候改一下。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好，我就是重复就这样子。好，没有写说一切罪障皆忏悔，一切罪根皆忏悔。我们可以就是这四句重复。我在解说的时候，然后呢，告诉大家，让大家去思考，去回忆，从小到大，你收到了什么？你没有付出什么？你对你的家人，对你的至亲，你做到了什么？你没有做到什么？好，家里还有爸爸妈妈的，还有妻子、小孩的，还有兄弟姐妹，还有至亲好友，啊，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现在你们在这里见不到他们，他们也见不到你，我就讲很多的这方面，然后就开始唱，结果很奇妙，就只有这四句。在场的四五十个重刑犯，个个本来从这样斜着眼看你，个个都坐正，到最后个个都垂下头。那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男的哈，很 tough 很狠的，不可能掉眼泪。但是你看他垂着头，个个都垂到这个肚脐这里来了。然后我知道他们的泪一直在忍住不让他流出来。因为流了就好像很不好意思，很丢脸，可是他们不知道，不敢看别人，每一个都这样。我因为一直在看，然后大家就一直忍，一直忍。我知道那个眼泪一直在流在那个眼眶，有时候故意这样甩一下，也不敢手去擦，谁手去擦谁就感觉到落了，落者了。那我知道他们的心软下来了，他们开始有思考了，开始去想。自己为什么今天被关在这里，开始去想他人，不是只有想自己了。所以到了最后，全场那个气氛起来，那时候我们有个王师兄跟着我去，突然大哭，哭得好伤心，我错了啊！他又没被关在里面，他大叫我错了，哇，配合得很好，你知道他那一声我错了，在场那一些罪犯个个都觉得真的是我错了。然后呢，就重复的就在这首歌词当中，然后我又加强，让大家再去想，再去忏悔，再去说我错了，在你的心里，你不必说出来。他们就哇，一直在心里，啊，最后就跟他们灌顶，每一个走到前面都拉着我的手，上师，请保佑我的家人，上师，请给我妈妈加持。上师，请帮助我，让我回去看我的小孩。每一个哦，很感人。我记得这一首偈，忏悔偈，就只有这四句偈哦，就够他们能够从内心忏出来，不需要讲那么多道理。就只有四句，他们还会写信给我，上师，你上次来我们监狱里教我们的佛法，我深记在心。佛法是的，只要 touch 到心，让人碰到心，让他的心能够打开，让他的感觉自觉的能力能够产生，够了。讲那么多，书本那么多都没用。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听吧，忏悔记。非常感谢做这旋律的作家，功德无量。我们先听，听他一遍，把这个歌词记在心里。
在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哈，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啊，我们如果是在念忏悔记的时候，都会有念到，只是这个配合的这个旋律，让我们会产生这种感伤跟自悔，啊，自忏。但是以密教来讲，记住了，我们是密教行者，密教行者是用意念来变化观想。一首歌让我们前面觉得去思考，我们真的在贪嗔痴上面，在身口意上面真的是有犯错，但是怎么样让它清净呢？不是掉一下泪就好了，不是说去跟对方抱着说对不起就好了。业一旦造上了，你打人一拳，那个拳那个伤害是存在的，即使你去跟他说 say sorry， 这一拳还是打出去了，你知道吗？在因果里面就是这样，你杀了这个人，你不可能救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会复活的，这业障已经造下去了，这个迫害这个伤害已经形成了。所以有的人为什么做很多善事他会遇到很多恶报？因为他以前世所造的恶业，这一世要现前，现前过了以后才能够所造的善因才能够得到善果。那你怎么办呢？你不想要那些以前是不知道多久以来造的这些恶因现在要现的灾难，你不想要，你就要学念力，学密教的观想替化，替换变化。你看了这个，你去想到诸恶业提醒你的，从无始以来轮回以来的贪嗔痴，都从你的身体的行为、嘴巴的语言、念头的思想产生的、制造出来的，你怎么办？我们有根本上师，有智慧本尊，有护法，你可以想他们就在你的头顶虚空放光出来，铸造下来，就在你的头顶虚空当中，你去招请他们，然后下降，然后进到你的心莲，然后开始放光。你的身体行为，你如果知道你哪里有错，你就特别去找你身体行为的过错，让它黑气排出，让你嘴巴的语言每次出去都是刀，都是剑，都是硫酸，都是刺的，伤人都无知。你让他出去，黑气这些不好出去，出去都是莲花，都是芳香的，都是光的。去想，去把它想出来，去把它变化，运行出来。我忏悔不是忏悔我的贪嗔痴，我现在没有再去忏悔我的诸恶业了。我忏悔什么？我个人，我忏悔我怎么没有随时跟佛菩萨合一，能产生光明出来。如果你能够忆及佛菩萨跟你合一，你不会有身口意的措施的，你不会去产生贪嗔痴的。为什么我的眼球看人是用肉眼在看人？我为什么不能用佛的光明出去照人？但我竟看到一切不好的，忏悔，忏悔不能跟佛合一，这种耳朵听的肮脏的把它转化成光明的，嘴巴为什么不能说出莲花的芳香，要说出这些是是非非？我忏悔是忏悔，为什么跟佛菩萨会有分开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多长？让你会造业，让你会产生这个业报出来。现在我是这样子，我忏悔为什么我不能24小时密切不分开？所以你要去想，你如果有佛菩萨的光明在你体会 体面去意会它，你不会有这些问题的。
亮、光、热，这是人的生命元素。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种体会，然后你希望他们照亮你的黑暗，去除你的这些无明。你越这样子想，一直进来，一直进来，到了最后，这一首歌到了最后，是不是只有忏业？原来是一种修行的方法。你变成佛菩萨，一直在放光，放光什么？自己已经去除无明了，黑夜了。我们的光照亮那些要忏的、需要忏的、那些黑夜的、那些罪业的。哇，这就对了。这种忏悔才是真正的忏悔，不是一般人做错啊，对不起啊，对不起，没有用的。才能把你所有以前到现在所犯的这一些错失，才能够全部净除、净化。我们要这样子的一种实践，啊，这种修行，我们这个真佛密法的修行，世尊所创造，真的是一等一，利益众生、改变命运的。如果你懂得活用、善用，懂得怎么样去转用它，转出你的命运。不好的一面都去除，好的一直来，那要求就是自我，自己一定要把他这个小我、自我把它转化成大我、无我，你才有办法做到，就是这一点。所以即使一首歌你都可以修，但首先先了解你在干什么先，否则你进不了内心。你去思考这些词句，有碰触到你的内心的时候，对，我曾经在什么时候做错什么，对，不应该啊，我对谁不好，对，对我父母不孝，对，辛辛苦苦养我们，我们什么回报？即使没有办法三餐照顾他们，修法也回向吧，啊，常常希望他们好吧，不管在的不在的，啊，你都是仔细去想。你有去想到以后再来，这个光明铸造，我们里面都光出来的时候，所谓的这一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它因为我们的意念改变，我们光明，他们也跟着光明，所有跟我们结过缘的都会光明。去思考。那今天是这样子，好，我们现在音乐放，但是不要歌词，慢慢的音乐，什么音乐都可以。去看看你们造了什么业。好，很简单的。好，如果训练多，训练快，训练久，随时眼睛闭起来，就马上可以回来了。什么样子的 picture， 什么样子的形象，它会出来。深君眼睛不闭，你这样坐着，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有这样子的事情问题。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跟我以前是有过冲犯吗？你脑海里就会出来了，走马灯就出来了，电视荧幕就出来了。如果常常练习，就会这样，很直接的。然后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会对你这样，原来 OK， 有一事你是怎么样对待他，就是这样就会出来。不一定要什么样音乐，不一定要黑暗的灯光，一定要就是很自然，大白天也可以很自然。我前几天妙心头痛，阿妈用我的方法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我就知道这是禅森林了，所以请我，他说请妈妈帮我看这个禅森林是什么，然后我就去问他的禅森林，他说在这里，在这里，他把头发拨开了，就这一块。我说哦，他说你前世，好，跟他讲，劝他投资你的事业，说这个事业稳赚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得太过天花乱坠。他把所有的财产给了你，结果你转个身说失败了。他正在跟他的家人正在得意的宣传，我会发达，我会怎么样，就砰，没有多久就没希望，所以他现在很生气。
让家人瞧不起他，让全部的希望没有，让他到最后真的是很落魄，啊，很恨他现在找到你了。然后我欠他多少？他说32黄金，他说他要跟你讨32黄金，他就马上电脑拿来算，32黄金现在是多少美金？那一算下来，32黄金那时候是多少？啊，10几万还是多少？还是100多万？不知道，反正他知道以后就大骂：“产生你，你给我记住！”还有人这样子，变成神经病了。如果你不贪，我会骗得了你吗？你还不是你的错。这是什么话？啊，你如果当初不那么贪，再怎么样子，你坚定你的心，人呐，会被人家骗，都是因为贪念。我就走开了，摇头。然后呢？你想让我逼我啊？赞助你啊？为你赞助？我不会这样被逼的。啊，真没办法，对不对？然后每个人，他说：“你们说说看，这个禅师您合理吗？啊，可以这样子吗？”就指他那个头痛的地方。所以，你要问，你就要有个方式方法。你不想拿钱替他和解，那么就照我刚刚所说的，你就放空，让这样佛菩萨进来 take care， 就是这样子了。你就用这种方法嘛，你变成佛嘛，你变成佛菩萨嘛，是不是？你跟他合一，什么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们今天的真佛秘法就这样子的一个简单实际很容易达到的，命运就是这样改变改善的。但是有多少人可以坚持这样子的改善的方法去做呢？那没有就从外围做起，训练你怎么心打开的方法，去布施，去捐舍，就是这样子了，就是这样子。因为一下子叫你做什么，你绝对做不到的，就慢慢来，这样那样，这样那样来，那久了习惯了就做得到，容易做到，就是这意思。所以刚刚好给大家去想，去冥想，你自己可以在家里训练，不一定要什么样子的一个环境，可以做得到的。你的脑海里突然嘣跑出一个，你觉得不太可能，怎么会跑出这个信息、这个影像呢？这个就是有观念的，这就有观念。那因为刚刚大家听的是实质上的歌词，和大家也许会被那个歌词牵连，比较没有那样子的去想象的空间。有没有人要分享你刚刚有看到什么，感觉什么？有没有说出来？要现在讲，不讲等一下到时候追着我是不回答，每次都这样，你知道大家前面不敢讲。哎，上次给了你们机会，你们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啊，那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没有，我们就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明天也不可以发问，等一下也不可以问。OK， 不要发问的话，哎，就不要提出来，就不要了，就表示没问题了。嗯，有没有？没有，我喊一二三就，拍一张坛子，嗡不灵，嗡不灵，嗡不灵，就结束了。明天是几点？10点。来以前最好能够修法就修法，修一坛金刚心，最好的补缺失方法忏悔法。其实拜忏很辛苦耶，如果你能够专心专注修一坛金刚心法，拜几天忏，一坛法就没有了，很快呀。密宗就是这么样殊胜呢。啊，比较钝一点就要拜来拜去，哭来哭去的。哎，我们这个腰那么样酸，还要拜还要跪。可是你看密教，啪，就这么三两下，金刚心菩萨心中的白字
哈，这个百字明放光一旋转照，再进到心里，你跟着心轮也在转着照，全部密切合一吧。所有的什么业，什么样措施，黑夜消除，黑气排出，啪，光明显现，够了，醒过来，不是醒过来了，不是睡觉，就是出定了，够了，一下就消了24个业了。真佛秘法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我只能在此讲，不可思议。你再怎么拜都很难拜一个忏消24，才会快呀、啊，才会快成就啊！我这很慢呐、啊，你看我们那个什么忏，你看看，看第一本忏是不是？第一顶忏，它上面讲什么？你们要注意看那个忏文哦，你看。OK， 在第七页，我不知道他们第几页，小本的。这一个句里面第七页，尔时如来即告阿难，时如大智设立佛语，27页，应念大乘，默念安身。这句话要去体会。如来告诉阿难，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这位使者，他说真正要成就的大智慧解脱者，如来的人，得证的人，他是不求自己的，不求让自己能够安下这个身体这一世生命的，不求这些。如果你求这一世要怎么样好，要怎么样去除灾难，要怎么样不要小人，要贵人，种种这些，这是在如来的说辞，是不可以求这些的，不要求这些的，就是在求利生。大乘就是佛菩萨，就是利他，完全就是无私的，没有求自利的，自私的。这句话你看，不要时时刻刻念自己而已，想念自己的好，要得到自己的好，在他是要念众生大家的好的。这句话就是重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措施，也就是说念自私的，自己的这一个身体的，从降下来哇哇落地，都是求自己的功成名就、富贵荣华，就是因为得不到，过程中的辛苦，过程中的摩擦，过程中的比较计较，今天产生这么多的问题烦恼。不求自己，全部是求他人，就不一样。因为有思才会有烦，才会有恼，才会有种种的灾难。国跟国，家跟家，人跟人，都一样。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应念大乘，默念安身。不是默念自身哦，是安身哦。自身有时候还得不到，安是大家都想要好，都求自己能够安好的，都不可以哦。你看看，不简单。修行如果能够这样子完全利他的观念，就起来了。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明天。